拜拜拜拜风化，你穿我们的衣服试试看。我真的觉得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，都不怕冷吗？很冷啊，但是因为今天还好，我们后台就有人福哥他自己带了一个暖炉，很送饮料给我吗？对，很贴心，很贴心哦。那我没什么能送你们的，就在乐园最大的礼物了。也辛苦你们了，连续两天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 Apple， 拜拜。哇，这大家都来给我们送暖，真的，这他们做其实主持也是真的蛮辛苦的，真的是。台中力宝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。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